大家又翻到嚟《傳説錄寶石》啊！上次講到嚟到呢一個嘅飛行道館啊，我哋依家繼續搶奪精靈，然之後咧，因為我哋之前有打到呢個記者，所以我哋依家可以再打，又係呢兩隻精靈，我哋可以再拎費爾托斯啊 ，OK， 哇，大爆炸！好，我哋終於有招草技啦，豆粒菇真係必須要有啊！沖天拳同法勁，我哋要法唔要法勁啦嚇？沖天拳始終嗰個攻擊力都高啲，所以我哋。就咩啦？哇哇！我唔要做房慢，唔好问我。OK， 天然料缓重可以百变怪啊！辅助力量哇，啲技咁废嘅？精神转移咩技嚟噶？祈愿抢先一步。哇！我劲废嗰啲技，转重转做穿山王啦，劈开。做乜佢三招辅助技，一招特攻技嘅配到，咁鬼古怪嘅只雀。好，跟住我哋打一打呢一个嘅呢个叫咩啊？变色龙冲天拳。好，打完我哋可以直接翻去打馆主啊！呢一个飞行系道馆啊，飞行系嘅话其实对我嚟讲都几难啦，因为我得格斗重喺身，啊格斗啊同埋草系喺身。所以如果真的要打，应该是用百变棍同穿山王打。Okay. 我都即管试下啦，睇下有冇机会可以赢到佢啦。翅膀攻击，哇 ，OK， 我哋穿山王唔错啊。再唔系咧，我可以选择翻去拎啲雀仔出嚟用嘅。哇，系、佢用咗招咩啊？佢用咗啲棉花防守喎。七夕清鸟，我哋用百变怪，应该有龙技嘅佢，龙色。照用一下龙式，哇！搞错唔公平，点解我要麻痹？唔太公平喎呢一场对战。好，呢招飞行技就系高攻嘅飞行技啦。我哋唔要招，其实招燕反可以抌咗佢咯，我觉得。OK， 哇！何事术唔要？好，出嚟清鸟，我哋用鸟猛攻，再来。OK， 哇！咁多隻雲雀，兩隻雲雀都一樣嘅，咁我哋拎第二隻咯，冇乜所謂。打埋呢一個，血魚妻，我搞咩啊佢？我啲減咪幾佢，加翻我攻，跟住又用羽毛寶，跟住又用羽毛寶降翻我攻擊喎，跟住又用虛張聲勢，火技 ，OK， 之後就用金剛星嘅帕洛。盔甲鳥 ，Oh no！ 盔甲鳥真系唔夠打，珍珠貝嘅潮船先啦，鐵壁，再鐵壁，跟住潮船 ，OK OK 贏嘅 ，OK， 哇厲害！珍珠貝竟然可以咁樣屈死佢嘅，不過可能係 NPC 嘅配招有問題啦，正常嚟講都唔可以咁做，正常嚟講都唔會用貝殼。用嗰隻貝殼可以能夠潮船打得贏幹鳥嘅，好困難啊！好，所以證明佢個難度都唔算好高啊！呢一個嘅版本呢隻 game， 雙打一隻百變掛，一隻穿山王咧？咦？啊係雙打，哇！劈開打呢隻旋風都襲技，我哋開襲技應該係先制，係啊先制嘅。襲擊、因為佢有個疾風之翼呢一個黐線嘅特性，所以我哋可以係嘛？咦，但係唔係，好似又唔係喎，穿山王燒傷咗喎，咁應該係佢係普通特性嚟嘅啫，即係普通唔知燒傷特性好似係，唔緊要，我哋唔深究呢樣嘢。OK， 係啦，佢唔係疾風之翼嘅嗰只，頭先見到七隻青鳥龍武先，好。不过唔紧要咯，你哋都依然可以打赢佢嘅。旋风刀，旋风刀呢招系咩技我都唔知嘅。旋风刀，金刚星嘅帕洛，我要储嗰招技能啊！我记得啦，唔知等一弯嗰招技能，劲废嗰招技。OK， 搞掂。我哋睇睇啦，系啊，火焰身躯佢呢一个系，大王焰咧。熱帶龍青草搞本氣，泰山頂
OK， 跟住就可以换火鸡出嚟嘅火焰踢 ，very good 啊！全部都全都要啊！依家，咦唔系喎？咦打馆主喎、啊，但我死咗穿山王、啊，都可以试下嘅，我觉得应该 OK 嘅。降雨大最欧，暴风雪同急速折返。暴风雪啊，冲浪哦，咩秒咗？金刚星下落，豆粒菇，炸弹，哇超痛，冇啦要输啦，争啲呢度，啊争少少，翻嚟回个血之后再同佢打啦。本身佢落雨已经好麻烦，我只象。我哋顺便翻嚟睇下有冇啲咩精灵可以啱用先。怕寂寞嘅大比鸟，内敛嘅七只青鸟，害羞嘅降海鸦，大王焰毅力状态。咦，大王焰 OK 喎，我觉得。大王焰可以拎出嚟试一试。咁我哋唔要珍珠贝啦。其实呢嘢都可以拎出嚟用，我觉得。最多都系唔好啦。呢只咧咁，大爆炸，费尔托斯拎出嚟爆炸都好啊！我哋啲草主啊，可以放入去先啦。好，翻嚟啦，我哋先用呢一个费尔托斯爆佢，爆一爆佢先，打爆佢炸。佢应该打唔死我。哇，唔系话点解费尔托斯防尘噶？我发现啲特性都系有啲缺陷噶。点解会系防尘啊？费尔托斯嚟，咁古怪。呢只都赢唔到啦，因为佢有系啦冰技。大王焰先啦，但系都系冰技俾佢打死我。影分身唔得，影唔到分身。我哋唯有八变卦呢一开头。暴风雪，我招冇中啊！点解系我招冇中噶？嗱，对面冇中今次 ，OK， 大家都有中。金凤光先食药，朋友。哎呀，好过分呢下！火焰鸡看穿，用了猛攻，咦唔够佢快，我见挣扎佢冇技，定系佢系专外系列啊？唔知道。火踢 ，Oh no！ 佢都有呢招，用了猛攻，打粒菇。冲天拳，哦，反死咗，猛攻，唔得啊，赢唔到佢。顶，头先嗰下咪惊咗啊，爆唔到炸嘅，系啊，佢惊咗所以爆唔到炸。唉，我哋唔好勉强打，我哋要升一升咧。我只电斑马一升到咧，升到大概五咧度咧，一定够我只，一定够管住打。系啊，飞身重眼重飞跳，哎呀，冇中到。黐线羽毛毛，火焰鸟啊！哎呀，寒川，哇呀，佢快过我啊！OK， 新蝙蝠，雷电斑马 ，OK， 摔角惊人唔错啊，个战力我觉得几唔错。能够打死我只火焰鸡，电磁波同电光一闪啊！穿山王，重踏，重踏，再重踏，呢只真系拎唔拎都冇乜所谓，得两招技能，有佢啦呢招，呢一只有佢啦，哇！漂浮泡泡，打雷，气象球，哦，靓波，哇！呢度都有漂浮泡泡可以俾我掠夺。黑雷帽啊！飞虱踢化劲，飞虱踢先啦，飞虱踢 ，OK 中。铁掌力士大比鸟，翅膀攻击，翅膀攻击，死咗就换雷电斑马嘅电光，系点啊？铁掌力士，铁面忍者啊，挖掘窿。谂下先，呢只啊，穿山王啦，
加速特性，重踏。啊，系佢飞天嘅重踏，应该都冇用啊喺度。佢就算掘窿啊度，喂，系咁掘窿啊，黐线佬。你得佢系咁掘窿，我系咁保护。够啦，唔好再掘窿啦，唔该你。应该得十招嘅啫，系嘛？我睇下你保，我睇下你掘得几耐。应该冇咯，我都系得翻三招啫，保护。冇啦冇啦，冇技啦。哇，玩晒啲技能先赢到。大粒菇啊，唔够打毒系。阿边怪？爆炸！掂啊呢个爆炸。OK， 铁面忍者几劲，拎铁面忍者。好啦，拎埋呢个训练家嘅。哦，虎牙龙喎，我唔够打，应该唔啩？系啊，冇中到冲天拳有下，唔系死翻去啊！我要浅踏，浅踏，我浅踏。Oh no！ 哇哇，真啲输，放电要啊！你要唔要追打？呢招劲啊，放电！超高攻极高麻痹率嘅技能，超劲！只要我哋嘅斑马有升到 level 咧，进个速度有提升咧，其实就易打好多。比头先九廿四，不过九廿四都系快唔过只长刺欧，只长刺欧都几高速。我怀疑系专爱维根嗰啲嚟，啊，因为佢咧系一定有带到嗰、那个，诶、欸，我谂到如果佢用专爱系列嘅话，咁我咪可以用保护屈佢咯。O K 喎呢个谂法 ，O K O K， 我哋一于咁话，我哋一开头用呢一个火焰鸡，啊唔使添啊，直接用穿山王都得啦 ，O K， 穿山王先，跟住佢应该会用冲浪嘅，啊冲浪咁我再手唔得，唔得噶唔紧要啊，呢度就用火焰鸡嘅守护啦，看穿，看穿一下之后就即刻换做。再试多次啊！唔得啦，佢唔可以双手护啊！我想试下双手护，咁难咩？双手护唔系好难嘅啫，我记得50%，俾我睇一次双手护得唔得啊？穿山王有失败，好再嚟再嚟，得啦双手护，跟住换咗百变怪，跟住我应该会变做呢只。但系因为我都有水属性，所以打我唔太痛。系啦，呢度我哋用暴风雪啦。哇，都唔系会超痛喎，超痛喎、啊，打菇。哇，好痛喎、啊，黐咗线，佢直接冲死我个冲浪。哇，佢应该系专爱眼镜，唔通系？我哋一系用百变怪再打啦，呢度。只能靠百变怪打啦呢一场，两个都冇中暴风雪，我连续两下冇中。诶、欸，结冰 ，OK OK， 冲浪，再冲浪，再冲浪，冇咁易解冰，哇，即系解冰低人噶，我啱啱先谂住讲话冇咁易解冰嘅啫，因为佢解冰好似得20% 啫嘛。喂、欸，好在用暴风雪啫，雷电斑马放电啊！我快啲呢度，咁啊有着数嘅其实，麻痹添仲搏击喎，竟然系搏击，使唔使换呢度？唔使啦，直接放电继续，跟住用火焰鸡嘅火焰艇。不过好似打唔赢李鱼龙咁样又咁样砌嘅话，好大机会赢唔到佢。啊，李鱼龙嚟啦！打菇先啦，种子炸弹，起跳换重大比鸟，羽毛帽，羽毛帽 ，OK 降咗佢嘅血量，呢度用雨妻先，啊唔得啦唔得啦，自信过剩，打菇啊，跟住冲天拳，打应该打得中佢嘅呢度啊，系啊打得中，但系应该都会半减，因为佢非人系。嗯，好似真系赢唔到佢喎，
赢唔到佢。雷电斑马要留俾佢打。好啦好啦，我哋唔打住啦，暂时赢唔到住呢个道馆，我觉得可能要升一升咧先得。咁好啊，我而家去打下训练家，升下咧啦，顺便睇下有冇啲咩劲嘅精灵可以掠夺啦。我有呢度，我记得有好几个训练家喺度，我哋可以问佢借一借啲精灵过嚟。有冇啲劲嘅精灵啊？长臂叶啊，火技啦，但系都冇。哇，唔得唔得，唔够打。搞下天狗啊，唔使，我哋有學習裝置。魚妻遠空唔要啦，落天河童大比鳥啊，自爆攻擊。哇，佢有瀑布光線，差啲噴死我。搞下天狗啦，阿布蘇魯，我哋用穿山王打。连同小木屋卡住我，大比鸟嘅翅膀攻击，翅膀攻击，唔得啦，我哋要火焰鸡去牺牲啊，系因为佢加咗速啊，阿龙，大家一齐吸收，哇，顶食药之后。突然间唔系吸收嚟喎，呢个食药嚟嘅，黐线。唔紧要，我仲有得赢嘅，应该用种子爆弹会死嘅，好得。仲有只狗啊，天狗，唔紧要，冲天拳秒杀。好。哇，喺几麻烦喺呢个落雨情况下用落天河童嘅话，不过可惜，可惜我好似冇呢一个水队啦。如果唔系，我用水队应该可以轻松打爆对面嗰个阵。系争只鲤鱼龙咯，系争只鲤鱼龙嘅。望下有啲咩精灵先，头先嗰度。大胆，诶 ，OK 喎，大胆，马夫，暴躁，虎牙龙都 OK 其实，龙武嘅虎牙龙 ，OK 啊其实。其实可以拎出嚟，我哋可以收走穿山王。系，用牙好似仲好。后期应该会好强势，我哋如果进到化虎牙龙嘅话，双虎战龙系啊，双虎战龙应该系一个非常之强劲嘅战力嚟。如果佢进咗化之后，嚟啦，打埋呢一刀嘅训练家，诶，冇龙爪啊！哇，呢啲咩技啊？点解咁废啊？啲技经过 NPC 手嘅，全部都变咗废配招喎，咁好难搞喎。阴色术点用啊？咁样？算啦，我哋唔好用住啦，只虎牙龙，只虎牙龙有够废又系。OK， 阿布苏鲁依然踢，佐罗亚克依然踢啦都系。哇，佐罗亚克咧，佐罗亚克唔系应该系变化嗰个特性嘅咩？啊，系因为佢得翻一只头先，系嘛？但系应该都困唔到 NPC 咯。NPC 应该一早知道你，唉，早知道你系阿布苏鲁变出嚟噶啦，系嘛？岩崩，大粒菇冲，诶，种子爆弹，樱花，火焰踢咧 ，OK， 岩居蟹啦，岩居蟹，我觉得如果有嘅话，应该对于我打飞行系道馆都有一定嘅着数。双打，喂，请教王，整个羽毛我俾请教王先，跟住先打死隔篱只火矿班，跟住再可以打佢啦。好，拎请教王，睇下有冇机会用啦。请教王，请教王呢啲真系劲嘅，系真系争咗个特性啫。马里奥系转草，豆粒菇，种子炸弹，吞食兽啊，火焰鸡啊，火焰鸡嘅火焰艇，穿山王，豆粒菇，种子炸弹，
豆粒菇，火焰雞嘅火焰艇，音速拳，雷电兽，豆粒菇嘅种子炸弹，记得。好，望望先。白劲变牙稀系帮助，冇乜劲啊！通吞食兽啊！我见到佢有招劇毒，好想要。仲要猛攻，豆粒菇。哎呀，顶啊！点解系你嘅？点解系你嘅？好在用啲低能技啫，佢直冲红啊！冲天拳、喷火陀，要缓重呢只百变怪，大地之力、热带龙、热带龙，继续呢只咯。岩崩，哇！啱啱刚好用岩崩呢招技，雷电兽呢只系继续大地之力，吼！劲抽劲抽，哎呢只，睇下博唔博到佢有呢一个降雨嘅特性。如果有咧，我哋就可以试下玩呢个太阳队啦。得唔得？缓冲，浅踏，再浅踏，再浅踏，雷超，雷电兽啊，又继续打孤啦，咁样继续。音速拳、爆裂拳唔用啦，呢招低命中。搞下天狗就冲天拳啦，好得。雷电兽，我哋打粒孤行头。爆音怪冲天拳，请驾王啊！百变怪，逐步击破，轻将虚张声势，双倍奉还。突然间佢又用双倍奉还，大家一齐用双倍奉还。OK， 佢用咗技能，我哋用逐步击破。OK， 之后就用豆粒菇嘅音速拳。你竟然食药？哇！好在我冲天拳打得赢嘅，请教我。OK， 成功击败一系列嘅训练家，我哋嚟到呢一个第七个城镇，唔系第未到第七个道馆啦。边度开始啊？呢度，呢度开始。雨盘错咗特性啦，系啦，幻觉加速减特攻。哇，点解会系咁嘅啲情感？从之预感，加攻加防减攻，慎重加特防减特攻。OK 呢个其实勤奋勇敢，哎 OK 呢个减攻击减速度啊，但系落雨咯又。正电加防减特攻，冷静加特攻减攻，加特攻减速，坦率乜都冇。只河童有冇咩啊？只河童有冇加速啊？点解又系下雨天恢复 HP 咁废嘅？系咯，又系下雨天恢复 HP。定系佢要进咗化先至会有？加速噶，但唔系啊，佢进咗化都系呢一个特性，咁真系错咗特性啦，咁唔啱用喎。好啦，咁今集时间玩住呢个先啦，我睇下打埋送神火山升埋咧，应该可以入送神火山可以升咧，咁到时升埋咧之后就翻去打呢个非人系道馆啦，咁我费事喺嗰度磨太耐，系咁样磨咁啊，冇乜睇嘅一个乐趣啦，大家应该会觉得个效果麻麻地，咁所以我升咗咧之后先再挑战非人系道馆啦。好啦，咁今集时间嚟咗先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